真心为您把关 ，SU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台新汽车。我这台车子是2020年 X3 X Driver 20i， 前方有鱼眼头灯以及 LED 日行灯，前保杆上有驻车雷达，铝圈的部分是 M 的一个铝圈，好的行驶支架。方有 X3 X Driver 20i 的字样，排气管配置是双边单出。内装气氛维持得蛮漂亮的，钢琴烤漆的部分都没有刮伤，后座的座椅的一个状态也完整性非常高。然后反应是启闭车门锁，侦测 HK 音响。两组的记忆电动座椅，内装气氛，然后有数位化萤幕 ，RPin 的，内装非常漂亮，完整性相当高，数位化萤幕。里程数的话是11947，有5AT 跟车系统，5AT 的跟车系统，感应式头灯，换挡快拨键跟音响快拨键，感应式雨刷，然后它之前都有在原厂做服务，原厂保养，然后有导航跟360的环境影像系统，包含自动停车的功能 ，iKey， 然后驾驶模式切换跟斜坡辅助。电子手刹车，整体的内装气氛相当漂亮。2020的 X3 X Driver 20i， 跑11万，原厂保养里程保证。然后有 5AT 的跟车系统，还有哈曼卡顿的音响，配备都非常齐全。有兴趣的请把握，车子非常漂亮，谢谢。实在就是 SUM。